祝家鄉永結同心，白頭到老，日日都甜甜蜜蜜，三年好心。哇！哇！哇哦 ，OK， 真係好勁啊！一樣都係最緊要都係開開心心啦，身體健康啦，甜甜蜜蜜啦。Yeah. 對不起，剛剛回加拿大面的時候，大家都出去昨晚才到。Yeah, 其實好，因為這排太多姊妹結婚了。But anyway, 香香希望和香香和強強永遠都可以開開心心啦，甜甜蜜蜜啦，我自己可以好像 best friend 咁樣啦。最重要就是他們都是可以三年好易得噶啦。係啊，係啊，要低啲，低少少，係啊。開心都會感動啊，因為佢哋即係入嚟嗰個氣氛咧係好 lively 嘅，即係好活潑嘅。咁佢哋嘅嗰個 sharing 係咪叫致辭咧？係個 vow 係啊，都係好好笑，但係都好 touching 好 sweet 嘅。香香同強強係比較活潑啲嘅，係比較 playful 嘅。咁我覺得佢哋兩個好夾咯，即係對我嚟講，我其實唔係好熟悉強強嘅。咁但係我好開心就係因為 from Eliza 嘅口中就係話強強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。咁我亦都知道 Eliza 識咗強強之後 ，Eliza 嘅信仰對於耶穌亦都係越嚟越接近，越嚟越好。咁所以係一個好嘅 influence。咁我覺得好緊要嘅，當你揾到一個伴侶嘅時候，嗰個人可以令到你即係越嚟越進步，越嚟越開心咧，係好難得。希望他們繼續即是去一起在我們幾個當中，我覺得他是最細心的一個。他做一個還有呢 Christine 來探我 B 女探我 Kelly， Christine 是很好媽媽，還有他已經是很熟手了，所以我知道他將來一定會很好的。香香和老公 Joshua 本港时间星期日正式拉埋天窗，好姐妹钟嘉欣、李亚男和九云慧三个打扮得靓靓，去到当地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。祝香香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，日日都甜甜蜜蜜，三年好心。哇！哇！哦 ，OK， 好劲啊！Amy 都做过啦。剛剛翻加拿大面嗰時，大家都出去昨晚先到。Yeah, 其實好，因為呢排太多姊妹結婚啦。But anyway， 香香希望同香香同強強永遠都可以開開心心啦，甜甜蜜蜜啦，好似可以好似 best friend 咁樣啦。嘉欣就透露，香香和强强是充满活力的一对，香香还因为强强令大家的信仰更加接近。讲到五姊妹只是七九云慧未结婚，嘉欣和阿南即刻为姊妹护驾，说九姑娘没有结婚压力。那九姑娘是不是已经有做人妻和妈妈的准备先？胜任做太太，我觉得我们将那个主角摆回来，交回给阿南，交回强强，是我做姊妹的，在这里撑。另外，欣怡透露早前同香香拍电影一拍即合，今次仲即日来回温哥华出席婚礼。佢话喺教堂见到强强接新娘一幕，28个钟飞机时间都超抵啊！